Hello，我是蛋糕师小贤贤，我来哈尔滨报道小狐狸啦。听说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办的是最大的一次，所以我一定要来看一看。来了3年了，还没去过冰雪大世界呢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外边的天都已经黑透了。我俩提前一天晚上出发，坐高铁去哈西。不去哈尔滨站，是因为中央大街那些景点我们很早都已经玩过了，所以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在哈西的附近找了一家民宿，200一晚上。下了高铁，大概500米就走到了。酒店的楼下还有专门拿外卖的地方，如果保安在的话，这个外卖是不允许被送上楼的。安顿好了以后，已经是8、9点了，我俩就打算点外卖吃了。好家伙，一打开这个外卖，全部都是大几千的销量，还有上万的。果然是现在爆火的旅游城市，外卖销量惊呆了我。第一份的外卖先到了，但是只有一套餐具，我俩一人一口抢着筷子把这个给吃完了。第二份外卖还没到，我俩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。紧接着第三份外卖也来了。该说不说，下楼取了3趟外卖还是挺痛苦的。Tomorrow 住的这个地方离高铁站也很近，如果不玩其他的地方，直接坐高铁就能去冰雪大世界了。但是我俩不着急呀，所以又去吃了一顿午饭，吃饱喝足了才出发。冰激凌上淋了个咖啡液，所以要现做现吃。真的好好吃，昨晚的外卖也好吃，都是平时吃不到的东西。地铁2号线能直接到这个冰雪大世界的门口，还是非常的方便的。一进门就忍不住的摸这个冰，感受一下手感。摸不出水的感觉，一点都没化。还看到了这个未完成的冰雪雕塑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刻的呀。接下来就好好逛一逛这些大冰雕吧。楼梯铺垫有防滑垫，这些是客栈，可以住宿呢。这个还未完成，东北呀，是漫步城堡上，这里很滑，看这专业的小碎步。当年还有显眼包的出众拍照姿势。终于来到了摩天轮下面，结果今天没开放。看大家玩的那么开心，我俩也加入了，很准确的找到适合自己身高的坑，哈哈哈哈哈。坤这1米9的个子，能装下他的坑不多。哎，这个大，干嘛呢？我有点他妈肚子要喝劲。原来从外面看还挺清晰，真的有鱼，上面还有个鱼头呢，忘了鱼头没伸呢，哪没看见啊？哎呦我操，哎呦，又发现一条鱼，这第二条了。这两只耳朵都累趴下了，还有好多冰上项目我俩没空管，才3点天就开始暗下来了，冰灯也在逐个打开。这滑梯，这儿是人，这儿排的，这儿全都是人，排到这儿，再往后也都是排队1小时以上，不玩了，连创中都在排队。不过这个画面好美。现在是3点，太阳下山了，然后灯也都开起来了，但是我要撤了，我不够野地了，我要去找我的妲己。出来坐2站高铁，到人民广场下车，走路到松花江嘉年华。这里的冰上项目更多，玩的更能尽兴。慢动作，缱绻胶卷，冲破默片，定格一瞬间。在告别的演唱会，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
天空又飘起了雪花，终于让我找到了，但是就给报了20秒。我得拍个照。下雪了，下松花江这里的场地真的超级大，望不到头。我把项目拍了下来，感兴趣的可以提前了解下。还有迷路呢，之前着急找狐狸没进去看，没想到在上面看到了。最终找了个最长的滑梯，玩滑梯。从松花江出来，坐了个公交到高铁站了，实在玩不动了。人真的好多啊，我俩果断跑2楼吃饭了，好吃的还挺多的，都是连锁品牌，吃的酸菜酱骨头，旁边就是上海少妇，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，绝了。隔壁桌也说这骨头香啊，比白天去的饭店好吃多了。吃完饭又去隔壁买了点零食，进口的国产的都有，价格也不贵。最后翻翻相册，把今天回顾一下，一天的冰雪大世界之旅就结束了。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到遗憾无法打扰。